现在是立夏，是采什么瓜会比较好呢？青瓜啦、胡萝卜啦、豆角之类的东西。那我们去看一下怎么采啊？去市场上买青瓜的话，越是弯的，它越是有机，越是比较有安全性。长得像个笑脸的话，就是比较好的那个青瓜。对，这个它的体型呢是蛮均匀的，看到没有哈？摸上去都非常鲜嫩啊！不管他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，他就是健康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拿去做菜，怎么样？好的，走。好，走，走。好，添哥，咁我哋试下你嘅手势咯。隔水蒸鸡，立下食鸡其实都几好噶，因为佢又唔会太粗啊，养到羊。食鸡你就去湿噶。哦。啊，哇，肉真系好实啊。系咪好 Q 弹？好 Q 弹，嗯，好有阳光之气。蒜心炒嗰、那个黄鱼春，黄鱼已经好鲜噶啦，系嘛？而家系蒜心嘅时候。蒜你最先啊。系。好好。嗯，又脆口，好香啊！又香口，咁香系啊！嗱，呢个就懵红啦，金榜嘅牛奶，原配呢个蛋白质都好丰富噶，双皮奶系咁样咯，即系如果系一次过浆双皮奶墨鱼饼系嘛？系冇错冇错，即系个元素都融入喺入边嘅话咧，就真系又鲜又嫩，又滑又靓，脆皮叉烧就够胆创新哦，咁啊用咗嗰个五花腩。即脆同化，即系你叫佢烧肉定系叉烧好咧？诶，就要有新派叉烧啊嘛。入口咧就系烧猪，跟住入咗一半咧，又变成咗叉烧。系啊，里面有汁。都转个圈咧，又翻转头。健康嘅朋友啦，呢、這个别名就叫做花开富贵。俗话讲啊，立下食蛋就石头都踩得烂。系啊系，有机啊，我哋嗰个青瓜去，跟住配埋蛋去炒，食起翻嚟系咪个效果仲更加好啊？又滑。嗯，又爽又有汁，有汁，金万献瑞，咪有啲港风嘅感觉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所以就中西合璧，磨鞋我惊啊嘛，系啦，好鲜好鲜，即系第一次食鳗鱼咧，佢会带到啲鲜甜嘅感觉。咁今日嚟伦教咧，都唔系净系食到伦教嘅嘢喎，嗯，即系其实好似时令嘅纯德食材都食得到。呢一味系咩咧？龙宫炸斋蕉，边条村啊？可唔可以讲？龙岗村啦，系嘛就龙岗镇龙岗村啦，系啦，系啊，南庄镇南庄村咁啦，系系冇错冇错，外脆内嫩啦，酸酸辣辣，冇错，佢又唔系特别辣喎，入边仲有啲韭菜，有韭菜有豆豉，咁呢个又系杏坛特产啦，系嘛，啱啱好，而家嘅季节就系出产黑毛节嘅，虾辣呢就本身就高多嘅，攞佢鲜啊，配嗰个黑毛节。先上家先，過咗呢個季節咧，就真係毛都冇啦。冇錯，所以就啊不時不食啊嘛。瓜真係包裹咗好多味喺上邊入邊咯。係啊，佢將嗰啲蝦辣嗰啲原有嘅味就吐曬入去個瓜，好有味啊！夏至三寶之一啦，配咗肉排，讓嗰個苦瓜安啊，即係吸收曬兩種食材嘅一個精華，更加甜啲，係咪？又有啲唔同咧，估唔到，估唔到，立下时节，过来一齐养养气，耶！